妙，是。但现在洛里昂他女上失衡。哦，这个斜吻被找到了，但是洛里昂画到后面这个拦截的很可惜，安卓不幸没有命中，反而是古墓那边开启大绝之后呢，也直接被融化掉了。这边换到红人想滑往前怒滑一波，但是换到二完全没有人盯住一脚的观众呢，找对方叶雪，而且换一大网从中间攻过中间，但二技也是控到对方的输出位，剩下一个人的 Kevin 能够走掉吗？这边看起来被留住了，地上的风踩到，而且后面的话呢，二直接请他吃双色豆。这边的话呢，紫色的子弹配上黄色的子弹，直接把他给留住了。看起来 MOP 这一波大事不妙了。这个不行啊，那个2032的输出位置太好了，对，完全没有人盯啊，完全没有人盯啊。其实刚才洛里昂，德恩的洛里昂是有想去开他的，但是被二给闪掉了。没错，对，他本来有盯两个后，可是都被闪掉。